第一阶段大火快炒，这一关最重要的就是火候的掌控以及翻锅的技巧。初学者程度的两人能够炒出一盘合格的青菜吗？好嘛好嘛，换个教室。全部吗？哎，全部全部。你看你看，好，来来来，好，好，你看来嘞，好。调味，火锅，火锅，火锅起来调味，哇！你看这肉丝跟它抓感觉，你看，哇，栩栩如生。来，按在那上。来，请请，先追几个，再来几个菜，新加坡进来一个。丢丢丢丢丢。哇，菜还是新鲜，熊熊啊！哎，这块翻锅呗，来来翻锅。天哥，我觉得你好像是肉丝炒青菜，不是青菜炒肉丝。来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每一个人的专业是不一样的嘛。看到没有？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差不多熟了。起锅，这个时候，现在开始煎。后，还没后，来。你要不要先洗我？来，先先洗我，对。来，小陈帮我弄。开始，开始。老师，老师。哎，这个时候应该要掌声鼓励。简单的一道青菜大火快炒，却花了整整两倍的时间。阿 Ken 终于完成了他的处女菜，究竟味道尝试起来如何呢？马上来让老师品尝一下喽。那还有烤烤鸡哦，哦，媳妇儿，听说耶，知道吗？哇，人家广平。我这辈子第一次炒青菜耶，真的，我骗你，真的，我第一次，我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我是进到厨房去，然后我妈就把我赶出来，我妈说阿丽你那老是笑啦，是那种的，谢谢你，谢谢你，哎呀，这干不了，我可以叫你一声爸爸吗？不要叫了，不要乱叫，不要乱叫。他是算是我的这个师傅了，好棒啊！真的好吃，对不对？小奈，你觉得怎么样？真的蛮好吃的，陈哥，我还蛮意外的，是蛮意外的，对不对？来来来来，不要意外，再多吃一口来啊！想不到阿 Ken 第一次的下厨就获得老师极高的评价，而接下来小奈也完成了炸翡翠的考验，并且成功的完成了拼盘，这阶段也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哇，好累哦！哎，前面那两个考验。太累人了啦，真的。而且你看那个小璇呢，也不见啦、啊，对不对？对啊。对，还说要跟我要钱，我钱在这边你还拿不到嘞，对不对？要给你钱吗？对啊，他也不见啦。对啊。我跟你讲啊，我是过来人，前面这个考验差不多够了啦，不要再继续考验下去了，差不多我们 OK 了，好不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对不对？你是不是也累？对啊 ，OK 啦啊，我随便讲啦。假如说这里是饭店的话，那我们就在那边休息一下啊。这也是学校对啊。这里是饭店？怎么可能？不可能吧？哎，等，前面有柜台。欢迎光临全球会馆。啊，会馆？那。所以这里是饭店嘛，对不对？这里是我们旅馆系实习的会馆啊，本身的是饭店。那请问两位有预约吗？哦，现在讲预约的话，就会变得太刻意了。我没有预约，没有预约，我们两个人对。那请问需要帮两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房型吗？麻烦请介绍，谢谢。我们的房型呢，我们床有一大床跟两小床，请问两位需要哪一种房型？我们要一大床，谢谢。它比这样的意思是表示夜胜利，对，没有错，就是一大床。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床非常的大，它大到怎样？你从这边上去，我从这边上去，对不对？哎，找不到对方了，真的，你要拿 Google Map 出来才行的，不然找不到对方的，那超大的，我知道，就一大床吧，好不好？好，没有关系，累了就休息一下。那马上帮你安排。好，谢谢。要签名哦，对，登记嘛。对，好。想不到中途落跑的两人，竟然在学校里发现了一间饭店。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背后会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真的是有够累的。哎呦，嘿，原来这床坐起来不太一样。你坐看，不错，哇，很好哎。哦，哇，刚刚好，你看看，哎，怎么样？真的还蛮特别的，对不对？是嘛，好棒。
哎呦！那你看，你只要斗鸡眼的方法哦，看着天花板，哇，会有3D 的图跑出来哎。嗯，真的，你看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有没有？有没有？有吗？啊？没有啊。Service， 你叫啊？啊，大概是饭店的 special， OK 的。哎，请进，请进。哦，哎，你刚刚真的没有看到3D 的图吗？嗯，没有。哎，我有看到。Hello, room service。怎么又是你？这是你们点的餐点。啊？这是你们第三关的任务。这。旅馆实习体验。我说阿 Ken 啊，你也别太惊讶啦，因为这里就是旅馆管理系校内实习的饭店群贤会馆。此会馆除了提供校内实习课程使用外，还是接待外宾很重要的一个门面哦。因此，会馆内的设备及服务可都是比照五星级饭店的水准呐。但原以为能偷闲的两人，又会面临到什么困难的挑战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二个关卡了。是，第二个关卡我们要来让两位哈来找找我们房间里面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办事方法。啊？哦，应该不难吧？哎 ，OK， 我们这个知道啊。我有啊，这个找茬的概念嘛。有，对对对，信哥常常在玩嘛。对，我们也 OK 啊。那我们现在首先看的是一个标准的完整的客房。哦，完整房间里面是没有茶的。哦 ，OK。那待会呢，我们再带两位到隔壁啊，有一个房间，我们稍微把它动了点手脚哈，让两位来看。有这个我们知道嘛？对，比如说它这个。床的摆饰，对不对？然后还是说垃圾桶放在床头，对，垃圾它摆设的位置，对不对？还有说，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对对对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摆在这边很漂亮，对不对？结果我们在另外一房间看到，这是用豆皮寿司做的。